说的军队里面选拔最严格的兵种。可能很多人都认为是飞行员，想要成为一位飞行员必须经过重重考验，万里挑一，最后才能够飞上蓝天。不过飞行员的选拔虽然很严格，却并不是最严的。部队里面最难当上的一个兵种是我国的三军仪仗队队员。我国每一次阅兵仪式上都会有三军仪仗队的身影。自从1952年以来，三军仪仗队每一次英姿飒爽的身影、铿锵有力的步伐都深深刻在了世界人民的心中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他们并不知道武器有多么先进，阅兵仪式给他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些仪仗队出色的表现。除了本国的阅兵仪式之外，三军仪仗队还会在国外参加各种活动。自从成立以来，我国三军仪仗队已经出色地完成了4000多次表演任务。三军仪仗队代表的是我国军队的形象，国外网友都对其称赞不已。那么想要进入这样的一支部队，需要满足什么样的要求呢？仪仗队队员的身高要求比特种兵还要苛刻，男的必须高于1米8，女的高于1米7，而且长相必须端正，因为代表的是部队和国家的形象。肢体能力一定要非常协调，像许三多那样的士兵是肯定不能要的，容易在行进过程中出现状况，心理素质要特别好。阅兵不仅仅面对全国观众，更是通过镜头在全球直播，阵势非常浩大，没有好的心理素质是无法应付的。遇到事情反应要特别灵敏，比如在走路的过程中出现鞋子掉了、帽子歪了，这些情况是不能够随便动的，一定要想到最好的方案来应对。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人的确非常少，看到这里就明白为什么仪仗队这么难进了吧。